感恩呢，感恩呢，感恩呢，感恩呢。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はい、車にくいぬい。干什么东西？天气这么热。靠中岛呢？请这样呢？年轻人的穿着，年轻人穿这样啊 ？Notorious 哎、欸，你有识识不？我还跟我听年轻人的歌，穿年轻人的打扮，有没有？年轻人歌手费玉清啊？不是啊，什么费玉清、邓丽君？朦胧的街灯，不是朦胧，是朦胧。静静躺在小雨中啊，不是。不要乱来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穿这样有没有？我走远一点。远一点。不不。哇。不不。哎呀，不会丢啊。哎呀，不会丢。不不。啊，不啊，不啊。不不。哎，应该要先做个俯卧撑，手会比较粗，跟那个拍迷片的男主角一样。对，上阵前要先压一下，那么晚上漏气有没有？出去跟女生约会，哇，在洗澡了，快点，先做，先做。今天要去找小七。小七六学财宝 ，seven 嘛，叮咚，哎，欢迎光临，好，我跟你讲，小七是我在这个所有车评里面哦，嗯，我们上次已经跟金宇龙、云南合作过，对不对？这次找小七，他是在所有车评里面啊，我称他为这个老车的活字典，头脑里面哦装了很多老车，啊，像你。你头脑里面吗？装动漫？没有，装很多老片而已。老片，川岛合金史嘛，草莓牛奶嘛。还有什么？再呛一个比较特别的，光夜什么？什么光夜越野。嗯。阿狗啥来？盖了，来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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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比啊接龙啊来啊！现在来接龙啊！纯纯什我不是在讲小七吗？对。为什么讲那边去啊？活字典。活字典啊。对，我在还没有上电视通告之前，我有一次。买到一台那个 Camry 美规的那种1995年的老 Camry Wagon 七人座，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它行照只有登记五人座，我不知道怎么把它改七人，后来我就上网研究，哎，小七之前有改过一台，我真的私讯他哦，那时候抱着那种像粉丝的心情，有没有？嗯，好，传讯息给郭富城，他不知道会不会回我那种粉丝的心情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我知道。哎呀，我是郭富城，你有什么戏吗？嗯，不是，是小七他真的有回我。然后我那时候觉得，哇，这个在电视上、杂志上看到的人，对不对？回我们讯息，真是亲民啊。嗯。没想到之后上电视就认识他了，而且感情还不错。本来哈，我跟他讲好，我跟你讲，你们电视做电视他妈都 C 的啦。你看他妈多 C， 上个礼拜嘛，我跟他约，他说啊，那你就开这个金牛座，我们不是有台那个福特金牛座？我说我开台老车去让他解说嘛。嗯。我开金牛座，他昨天晚上可能就开始 Google 了，对不对？不行，我今天开别台车去。我就现场他妈看他妈是不是活字典。本来跟他讲，他一直到现在还以为我们要开金牛座，没有，我要开。你要开哪一台？你看我穿这样。嗯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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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配乐。噔噔噔噔噔噔，你就知道我要开哪一台。哇，巨石强森的。我还干，你是不是 say 好的？要不然正常人应该想不出来是什么车啊？你为什么知道？你是不是 say 好了？我不是。废话，车已经在那边洗好了。走啊走啊，走啊，出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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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那你知道这怎么上车？这怎么上去？表演一下帅气的上车。抓住屋顶，一脚踩上来，有没有？哦，还是哎，不是，干，里面没有手把啊，靠背。上去。哦，干，你这样不帅啊！抓方向盘看看好不好？就像扶着门嘛，哦。要露出，有没有？要用力，少用力，有没有？好，哇！哎，要再拿原子笔来画一下。你要画什么 ？Hello Kitty。画一个山啊，有房子，有小河，有太阳。走走走，出发。哎，阿呆。嗯。妈，开硬汉车出门第一件事要干嘛？你知道？干嘛？加油啊！干。没有，靠腰嘞！我已经把它遗落在后面几个月了。我们骗上两个月了，有没有？三个月了。三个月了。妈，我又付三个月的税金了。干，加完油了。妈的！我跟你讲啦，
C300 只能加300而已。不是 C300 其实你们都误解，它不是只能加300，它是不管你加了多少，它只付300。没，我们这妈的没有那么 luxury， 我去有没有92500？哎、欸，我就有在二楼开车，怎么这样？可是哦，这个也是没什么，那隔音什么的，什么小都没有，反正就是整个都震动啊，整个都弹跳啊。它的轮胎也是巧克力胎啊。阿丹，你知道什么巧克力胎？你说就一格一格。对啊，轮胎很大块啊，太快了。没有，它没有巧克力啦，它其实这个只是算比较胖胖胎而已，它没有巧克力。巧克力要一块一块，纹路很大块。可能我们不习惯，我们开轿车开习惯了哈。可是其实有时候开吉普车真的是这样。你像现在很流行那个吉米有没有？大家买爆那个啊，新的吉米啊，那个其实开起来妈的比货车好一点而已。旧吉米就这样，所以这次新吉米有没有？很多人很嗨，你知道吗？对不对？抢购一空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一点兴趣又没有，因为它旧吉米就感觉其实真的不太好，引擎又大声，车子又弹跳又没力，然后又耗油，然后风切声又大。空间又小，因为那个吉米之前是三人座的、啊，不过那是一种态度啦，风格。哎、欸，没有人在开什么隔音啊，上面加速啦，上面豪华啦，没有，那个就是一个时代路而已。就是这里哦，真的，赞。七哥。喂 ，Hello！ 哇，哎、欸，你在泡茶不？来来来来，拜拜。在这地方上班，还、啊、有这个办公室旁边有湖，再过去还有餐厅可以吃东西，来来来，我带你咖啡。哎、欸，真的很爽哎、欸！你怎么找到这种地方啊？我就想讲以后要来卖中古车，可以哦。我还没用一个小蒸汽车呀。哎、欸，这样摆一摆可以哦。这随便摆也可以摆个30台。我们上次不是讲说要开那个 Taurus， 我那个车不是都化身骨灰的吗？我有，骨灰的车还要我讲解？你就骨灰级的那个、哦、骨灰级的骨灰级的车品的啊、哦，有没有看到？哦，看我们的风，哎呦，哎，你骑下 Taurus 那边啊嘞 ，Taurus 很高对不对？哦，告诉你，我们没有在 C 的啦，我跟你讲，说 Taurus 就一定不是 Taurus。哎、欸，你开玩笑的吧？哎、欸，我上个礼拜如果跟你讲、欸，对不对？你就昨天晚上就开始 Google 了。哎、欸，我还可以，我什么 Google？ 我真的有找资料，我带你查，你去找资料。好，我们去他的资料库翻一下，好吧？哦、今天他、啊、来拍一下，让这个七哥帮我们介绍、哦。这哈巴迪呢？有没有看到、哦、哈巴迪？所以哎、欸，哈巴迪，你不看我给他哎、欸，哈巴迪，好。哦，好，我们今天要讲这一台就对了，讲这一台，因为现场考的啦。哦，还好，不怕你考呢。哦，因为今天我要出考题呢。我刚刚在出发前我就已经讲，我说哦，七哥是我认识这么多车品里面，我觉得对于老车啦，哦，其他我们不要讲，那得罪其他的好朋友。不要。对于老车来讲哦，他是真的收集了很多资料，而且真的很有爱。最早哦，我还没有认识他之前哦。我们都在看说这个车友街拍，我最喜欢看车友街拍，不是街友车拍吗？街友车拍啊，街友车拍，车友哎，现在其实也可以了，现在街友也有手机了，应该是 OK 的。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看，所以我那时候对七哥印象很深刻，就是他对老车非常的琢磨。哦，街友车拍拍来，他就会分析。哦，这是车友街拍了，街友车拍，他就在上面分析说，哎，这是几年的哦，什么时候几年出道几年，有哪些款式，哪些CC数，会讲个小故事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就鼓励七哥说，一定要把这个拍成影片，对不对？哦，以后我就每次我就开一台老车来，好让他拍一下这个车友街拍，那我们就去弄一下场景，让七哥介绍一下这台车，好吧？我介绍不好不准，好，走。我带大家看我们的资料室，哇，哎、欸，啊，来拍一下这个，哇，我们这有整套的汽车购买指南。哈巴迪几年？1995年，我记得应该是不是90年？你那车几年的？九五，九五那应该是水货，因为总代理好像没有进自排的。不过，来了，哈巴迪4x4 King Cab， 售价64万。64万1，还可以。哦，它当时是2400cc 直四，嗯，分色，手排五速，四轮传动，106匹马力。哎、欸，我们是3000的，哦，它是3000的水货，卡赞，因为能清洗的就无啦的。讲我搞不好还有行路哦，行路够行路，那我可怜。你这个这么多，你怎么找得到？哎、欸，这很像那个以前那个黑胶唱片，你知道吗？
哦，你看，是不是这只啊？豪宝地四乘四，四乘二，哎，它有四乘二的呢。这个应该是总代理的啦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那个是电镀的万马，它这是黑的万马。这个总代理那时候进2400的，比较低规的，两张。哎，这保存的很好哎，你看这跟新的一样哎。它那时候的颜色是红色，所以你看那时候总代理只有进2.4的引擎，好，所以不太一样。我跟你讲，今天来找他，然后考他是。看到这两份 DM 就值回票价了。好了，二补完了就可以收工了。对，可以收工了。不行啊，那还是要大家去介绍一下那个车有什么跟其他车比较不一样的。好，来来来，看车看车看车，有没有？哎，七哥，有没有专业的室内 LED 投射灯？哇、哦，你这是从哪里贴来啊？人家是放那个办公室的。你看，哎、欸，刚我们看 DM 啊，它这个红色是配黑宝杆，我们这是电镀的。欸、而且这个材料啊，我找到有一间还有在屏东，它还有全新的大灯、Seta、脚灯、尾灯都有全新的。没有，大灯是通用规格啊，是哦，跟大灯是通用规格，它这个就是美规的大灯，每个厂牌都一样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都一样吗？都一样。那时候大家做出来都一样。是的，长知识了。说哈巴迪又被人家想说他，我说哎、欸，我要哈巴迪大灯，贵300了。对，人家想说干这不懂的，贵300。你看懂车不懂车，拿零件就是不一样。它这个不是原装的大灯，原装的大灯那个年代是玻璃的，是没有透明的。它这个是后面改装品，是透明。你说那个花面的那个有一个有一些纹路的那种旧型的，雾面的。不过这一台哦，我后来去看，它好像已经把那个后差速器拿掉了。哇，那可惜了。所以变两轮传动而已，不然这个车应该已经有大路，它是属于真正的越野的加力箱，对，有加力箱大路嘛，对，胡须章，不是罗爸本来路，是加力档，加力档它什么情况下要用？加力档可以放大它的扭力，比如说这里有一颗大石头，你要爬过去，对，啊，一般车油门吹紧，嘣嘛别给力嘛，对，这个时候你大路噶路内路二 L。它那有几个档位啊？一般应该通常都是二 H 二 L， 二 H 四 H 啊，四 H 四 L 然后 N 四 L， 那 H 跟 L 差别是什么 ？H 就是 high 嘛，齿比是比较高的嘛。那 low 的话就齿比比较低嘛。那 N 的话当然是 N 档嘛。对。那二 H 的话就是两轮传动高速档。那什么时候要用？就是一般的时候用啊。一般我们都是用二 H 在开，两轮高速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如果是在，比如说平常用，我可以把它切到两轮传动就好了。对，好，就是叫做二 H。二 W 厉害。我不怕大家笑哦，我对于那种越野车、吉普车、加力箱，我真的没有研究，所以我始终我都不知道什么时机要使用那个东西。所以你刚刚讲就是说，我们平常用的时候就可以把它调到二 H 或四 H， 是这样吗？就二 H 就好了。啊，四 H 的话通常是湿滑的路面，高速也不要打。哦，高速也不要打，因为它这里有一些哦，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中央差速器。如果有中央差速器的话，你可以打；那如果没有中央差速器的话，前轴跟后轴也慢，所以速率不平，所以不能开太快。爬的时候再用，爬的时候就四 L 四轮传动，四轮传动低速档。所以就是我们车辆静止的时候，先排到 N 档，然后排到四 L， 然后再进 N 档爬，顺序是这样吗？应该是啦，因为它这应该有自动轮毂嘛，因为它在四轮传动哦，跟金马卡不讲，金马东西自动咬合。所以你可以直接切，啊，以前有一些不是，这我不知道，这应该有自动轮毂啦，有一些还要下车搬这个轮毂，你知道吗？那个超麻烦的。以前美国就有个广告啊，有配备自动轮毂的车哈，跟没自动轮毂的车，你万一掉在沼泽的时候，你会知道发生什么问题哦，因为你人要下来。啊，你人下来就被鳄鱼吃掉，就被鳄鱼吃掉。哎呀，这个车其实我觉得越野能力不错哟。你看它的那个卡兜，哇，分离式的大梁，然后前面是双 A 背的，后面是叶片弹簧的，减二半，然后车子又改高，所以落差就做的比较大一点。我觉得这台车最有趣的是它后座，后座对啊，这个其实叫做一箱半的。我没去看行照到底是登记几人，这个早期都是两人呐，它是很帅耶。有没有？他这个就这样，只能做小朋友啊。哦，这样把它搬下来。哇哦！我看到这个椅子，然后又遇到七哥。你知道我想到什么吗？我最早第一次在 FB 私讯给七哥，就是在问美规 Camry 的第三排座椅。然后我刚买回来，行照登记五人座，所以我就传讯息给他，问说要怎么改七人座。我不知道是不是你回的，回的，是你回的，我回的。对，你都自己回啊？我有印象，我有印象吗？对，我不能告诉你我是自己回还是员工回，靠呀！但是小事那一则是我亲自回的，你看多会做人，难怪在这个
车界屹立不摇，你看，我搞恭维嘞，恭维我丁嘞。啊，天窗你看，哦，这个天窗很棒哎，只能上仙呢，可是它粘起来了。哦哦哦，有，开了开了开了。哦，而且你看，今天我们这边还有这个，可是它也粘起来了。哦，后面有蝴蝶窗。对啊，本来蝴蝶窗啊，就它用实力控把它打。你觉得这看起来蛮好玩的，你打算怎么改啊？有没有建议给小弟一点提示？我们后面架一个机箱架嘛。机箱架，哎、欸，对啊，五菱机箱架这边是不是？哇，这家这个，我想开这个车就是要踩轮胎，一定就是踩轮胎，抓住把手上来，有没有？哦，没败哦，哇，帅气的上车，加一个机箱架，哎、欸，还是你这里加一个扶手，前面加一个防弹玻璃，啊，你下次出来选的时候就可以用。这个车我就留到选举的时候，嗯，出来跟蓝哥拼一下，然后撞个外挂、欸。这个车如果把它弄漂亮一点，选举的时候开出来，那个吸金度应该是比蓝哥还要好。对啊，小四要选的时候，大家要投他啦，哦，他要选什么我是不知道。我选护长都选不到了，帅气的下车，有没有？好，我们来这边比较不会热。没有啦，其实我本来打算就是哦，前后保险杆，因为它现在后保险杆有点垂下来，嗯，那就稍微把它，我一直想要把它车高降回来，因为这验车真的，对，蛮好看的、啊，验车很麻烦，啊，这货车一个人只能登记一台呢，啊，是哈、哦，对啊，啊，你登记什么？木工，你看行照就知道了，所以你这样会写、啊，搞不好小师有特殊的行业、哦，水电工啊，阿贤啊，木工啊，阿贤你不知道吗？阿贤你不认识、啊，我管你当官。哦，我想说把它恢复一下，保杆弄一下，灯、嗯、恢复一下，然后内装皮椅把它弄整齐、嗯，应该就这样而已啊。哎、欸，你要不要跟你的那个 R 叉同一系列，对不对？你那个烤那个叫什么？珍珠奶茶。珍珠奶茶。哎、欸，这嘛刘阿行珍珠奶茶、欸。真的哎、欸，阿、啊、丹你拍一下，嗯、这也是珍珠奶茶、欸。对哦。阿哥修一支烟囊供，对不？哎、欸，不错哦。哦、这烟囊供不用修，我自己拿那个去水电行买铁管，然后把它那个接头接一接，那部吸路缠一缠就可以弄起来了。哦，哎、欸，从旁边这样上来也不错啊。嘿，勇气莫啦，你也可以下修对不？不是啊，七哥你也知道、啊，我们这种爱车的，钱花越多越卖不下去。没关系啊，我们就看镜头前谁要买，对不对？你想要怎么改？下面留言，对，改给小师帮你改，到最后要来买单。五菱机枪，对，对不对？帮你改机箱座而已，机箱自己想办法、啊，不要空谈哦，要来买哦。我们就看这些网友，七哥，你不要谁会来，认真，真的，太认真了。万人响，一人让是正常合理的现象。哦、好，接下来我们请这个七哥载我们出去绕一圈，这样就好了。稍微讲一下这个车。欸、你不觉得开这个车开起来就突然之间就觉得自己整个都就 man 了啊 ，man 起来了哦。七哥百年万年不变的白色衬衫。啊不，格子衬衫，格子衬衫。七哥，我是今天为了要上你的节目，特别穿了格子衬衫。你不是本来就都穿格子衬衫？从认识你开始用格子衬衫。我拢请吊嘎，是上好是蓝白拖。哎、欸，门做大一点好不好？七哥，嗯，门做大一点才会门庭若市，虚怀若谷。这样小偷才开不进来，好不好？这车我觉得开不快，我刚沿路来的路上我都开好慢。我是被塞瓦进啊。而且它这个手刹车，这个瑞士怎么换的？对啊，以前的那个老美国车，我小时候的那种老美国车都是这种手刹车设计。骑车改高哦，开车要小心。然后转弯的时候呢，卖胖学习。对，你在变高之后哦，你的每一个悬吊的几何，还有转向好跳了，都不一样了，不一样哦。对，像我刚刚打到底就卡、啊。对，那个应力会增加很多，所以有可能会断哦。我是觉得这车开起来自然而然的就会放慢速度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对啊，修身养性。修身养性。然后这个登高望远，但是你这两边都看不到，所以我们调都拜的观众哦，遇到这种车，要离远一点。遇到大车，不要在它旁边钻来钻去。我刚发现它没有中间的镜子，应该 lucky 了吧？我不知道，我刚刚要想说要看镜子，一看，哎、欸，怎么没有东西？我刚刚也是，真的。难道这是什么新科技吗？老车就这样。我昨天去看一台1972年的金龟车，哦，气冷自排，嗯，自排的很少，自排的司机是手排啦，但是只是没有离合器而已。哦，对，我要卖，不是没有离合器大吧？多少钱？少卖。可是它是真的都整理过的，包含所有的胶条、引擎的翻修啦、哦，所有的那个镀铬的把手啦，哦，后照镜全部都是新的。其实有时候老车是这样。你有时候乍听会觉得贵，但是如果你自己要从头整理起来的话，搞不好乱整理不起来。对，而且时间还没有计算哦。找材料也要时间呢。找材料是最麻烦。
那个不是像我们现在车电话材料打去就送来了，用外币啊，那贴外币啊，对吧？还要问很多件，你像我说我问这一件的这个哈巴迪的材料，就问到屏东去，所以哦，大家要支持一下那种环岛车的情怀，真的是蛮的蛮有勇气。刚看七哥这么多人，那个营运真的辛苦，对不对？真的哦，观众朋友要帮七哥订阅一下频道。我想说你来卖个中古车好了。不用不用不用，大家都把它订阅爆就好了。员工还不是最大的开销，最大开销嘉玲。不是啊，不然最大开销什么？没有，我们做资讯网站呢，就是定时要产出内容啊，很多东西也要维护啊。我们公司不是只有 YouTube 频道啊，还要经营粉丝团啊，还要经营网站啊，最主要是网站，网站的花费真的是蛮大。不过其实网站也算是你的资料库啊。哎，你以前我记得好像还写过部落格吧？雅虎部落格。对啊，最早是部落格开始。所以哎，不觉得我们这年纪很可怕，社会一直在变迁，然后我妈一直跟一直跟。安安，大家知道什么是安安？安安美之城。那个无名相簿正妹。期末聊天。啊，对对。期末聊天不是最早。我最早的是那个 Microsoft 的内建有一个什么聊天 ICQ 吧，好玩 ICQ 后面的 MSN 嘛 ICQ 后面对不对，雅虎奇摩聊天室嘛，对不对？哦，你无意不语呢，我听说你以前是 PPT 名字啊， PPT 啊，对 PPT 对不对，还有 PPT 的，我都忘 PPT 了。哎，现在还有 IG 呢，你有没有弄？没有。对啊，你看你就没跟到。我觉得我真的没办法，因为我观众都说我发量少嘛，啊，我们又没有 body 对不对？这有 body 耶，没有 body 是自己，对不对？运动出来，我就你这哈 body 呢？要运动啊，实力 body， 啊，实力 body 你知道哦？啊，今天来想要抢阮实力 body 的代理权，我的，哦，你一支完啊喂，一桶汽油，感恩呢？哎，感恩呢，最近很流行的。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对对对，那现在很流行，现在就是那种复古文化，偶尔会流行一下。所以哦，你看我们哦，如果不跟着，哎 ，IG 啊，像我现在 IG 也用啊。你也有 IG 哦？我有 IG 啊。那你的 IG 都 po 什么 ？IG 就 po 一些跟粉丝页比较不一样的东西，比如说你粉丝页是比较知识化，你在讲车嘛。对。可是我觉得 IG 可以 po 一些比较私人的，因为观众朋友会对你有兴趣。我想知道小七，对不对？这个活字典私底下都在干什么？我会觉得你的房间有什么摆设？对啊，飞机杯啊。哎、欸，本来就是啊，人家看到会觉得哎、欸、还不错啊。哦，还是你要维持这个上节目的形象、哦？我都没有什么形象。有啦，我输的下拢。你准备的像拢结一个有无？我卖给你讲。你看。袂当甲你讲、欸，其实我有 IG 账号的、欸。有啊，要用啊！你不要只是追踪正妹嘛。哦哟，哎、欸，我现在有这个太阳光、哦、啊！哇，这赞呢！佛光普照、啊哦，哇，这句话好听，对不？哎呦，所以一堆人甲你起赞，我跟你讲，现在我讲，我跟你讲赞，讲赞就，还行。哎、欸。结果从头到尾啊，我们都没有讲到这车开起来怎么样。很好嘞，没有，其实我觉得不好开，啊、就是轮子很大的，然后很晃，然后奇奇怪怪都是声音，对不对？但你要想象，这是25年前，大家还拿货车来载货的时候，这个算很棒，没几台这个，傻千嘞，对，哦，酷谁？哦，够定速，酷谁？格林奇，我叫来。他这个方法就跟那时候 AD 的那个都一样，没有没有，跟 Chris 的一样，叶片都好了。哎、欸，我们有进化，我们有。2035，这个触控屏幕。对啊，这个他妈的。有蓝牙，有导航。我打到哪里去了？哎呦呢！你刚倒车都没在看。哎呦！你刚倒车有在看？没有呢。我也不知道有、啊。嗯。现在才发现，原来还有倒车的显示。我还有 OD 档。哎、欸，说明一下 OD 档哦，现在好像没有 OD 档。它其实就是第四档，这是四速的，它就是第四档的开关啊。所以有人说 OD 档是超车档，其实对，但是因为你按掉以后变锁在三了、啊。对啊，所以就降一档嘛，然后你就超车，它就觉得是超车，对，它就觉得是超车。其实这个是增加一档，让高速巡航的时候可以比较省，所以叫 overdrive。我有听过一种说法，嗯，
他说是避免哦，比如说你有时候在道路行驶的时候，你很频繁的在三四间一直在切换，三才刚跳四，结果又要刹车，又跳回三。对了，这也是一种说法。然后所以他说，把你锁到三，反正你都在四区，然后你要停红灯什么，你就不会去跳四又跳三，跳四又跳三，才刚到四又跳回三。我听过一种说法是这样，这应该是也是合理的、啊。现在像我那个年纪，那时候 A 秀啊什么、很多车几乎都有设计这个，都是冷车。然后那个汉达的是 D 三，对 ，D 档跟 D 三、所以汉达的 D 三就跟 OD 是一样的意思。对啊 ，D 三 D 四，对不对？他没有设计 OD 啊，你看现在讲这个年纪也听不懂。可是我们还是要分享一下，这真的大家都听不懂的怀旧的尝试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真的、这个科技的进步非常非常的快。好，那今天七哥也看了他的参观了他的新办公室、我觉得我们是今天是拍房地产节目呢、没有，你这谁买得起呀、啊？这样看去整立山都是，我说那个都不是我的，都不是，对不对？参观一下这个非常舒服、我觉得这幸福企业、一看就是幸福企业的办公室，好、还有这个参观的史前的资料室，以后七哥要募资开汽车博物馆，要不要我们来募资一下？老车博物馆、我看不用了，小师单一企业赞助就可以了。没办法做，没有，我不是亮白洗衣粉。我们看这一集观众反应怎样、我打算要开一个这个老司机来带路，以后就是开经典车，然后来访问他们，跟他们聊聊天，这样看看大家反应如何，好不好？今天谢谢大家收看，记得订阅我们频道，还有七哥的小七车观点。好，希望大家都有订阅。我很久以前就订阅了，感谢你。对，小铃铛我有开，好不好？小铃铛不要开没关系。因为会太骚扰你，但是要订阅好不好？订阅真的没有订阅怎么要预算啊？不是，好，下次见，拜拜。拍一下这个，真的要借镜一下这个，看到没有？视听室，对不对？那个是投影的吗？没有啦，哪有视听？白色的这不是投影的、哦，这块的架灯啊，采光嘛，所在啊，平台，帮我导览一下，来，导览一下，进来，谷仓门。我跟你讲，这个 sense 要到一定的水准才做出来。谷仓门，这个就是没钱人用的门、我跟你讲，这是工业风。这以前哈、没钱的人用这个，啊，现在是有钱的人才用这个，帅、谷仓门学起来。随便。你的办公室在这吗？对啊。哦，你就在这里面。对啊。那这地板，这地板是你弄的吗？对啊。也是你弄的。这地板就是真正的工业风地板。这我老婆来会爱死，她这个就是那种妈的，你到那个华山有没有？喝咖啡的那种才有那种地板。这个地板跟墙壁的材质不一样哦，墙壁写涂刷不混，有粉有粉吗？这是它这就是会议室，木头吊扇有没有？它每一个地方每个细节都很注意。工厂的定制。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茶水间。你看，公司还有间茶水间，公司还是小小的，还有蚂蚁，跟差好多。看，这个所有办公室里面就讲，那员工的办公室，还有别间，另外一边是不是？这是我们编辑部的办公室。编辑部。对，看都在混，都没来上班。哇，参观一下。来，我们先募。我们只有三个，对，塞在一个小角落里面，一个小货柜，比你们那里稍微小一点，小很多，什么小一点，哇，他们都塞在一起。